师弟，师兄要下山去了，不能每天给你送早饭了。嗯，我可以修炼辟谷之术。不能给你洗衣服了。嗯，不穿衣服便是。也不能每天陪你练剑了。嗯，我师兄，你一定要尽快回来陪我练剑。我已离开天涌城，感觉自己萌萌哒，转眼师弟就被拐走。衣服师兄给你洗，师兄给你买烧鸡，御剑飞行也带着你。上天入地风流倜傥，那是我师兄。降妖伏魔无所不能，也是我师兄。分击杀气阴魂不散，真的好心思。什么师兄不能玩耍，自拆 CP。 我是你的大呀大师兄，守护师弟是我的快乐，在一起的回忆一样都不能忘，送给你爱的铃铛。师兄给我温暖，还给我感动，你为剑勇尘埋过梦，立过功，所有人里你最懂我。师弟，这个小铃铛你拿着，想我的时候你就摇摇。大师兄不必多虑，有我在。你谁啊？在下欧阳少恭，专业拆 CP 30年，只要998。大师兄，给你打个对折呗。我手上去大副本，想要触摸半个月，离现世界有点略长。前脚刚下天涌城，后脚就出了情况，果然师弟没我不行。没有五花肉喂阿香，真的好累爱。离开天涌山脚下面，遇到了妖怪，其中一个头顶青天，脚踏做一半，开口叫我大侠，此人多半有病。我是你的大呀大师兄，守护师弟是我的。掌教真人，百里屠苏私自下山是本门大忌，必须重罚。师父，这么多年来只有大师兄关心我，其他师兄弟根本不在乎我百里屠苏。滚出天涌城！待为师出关后再做定夺，自去面壁三年。三年之后又三年，三年何其多，果然连师父也。等你出关了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有师兄关心你还不够吗？怎么会，还有我呀。你又谁啊？若你想坏我太子长琴，亦是无妨。装什么装，说的就是你。大呀大师兄，守护师弟是我的快乐，在一起的回忆一样都不能忘，送给你爱的铃铛。当当当当当，你是我的大呀大师兄，给你温暖还给我感动，我为天涌城。师兄你说过逼我至少活下一人，你走我留。不自量力，你有婚姻叫我如何向师父交代？我随意，你们自便。反正这个剧的 CP 已经被我承包了。那被你承包有什么好处啊？有事师兄干，没事干。屠苏，小师傅，小师傅，你养的那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芦花鸡居然不吃我做的五花肉了。小兰，你手艺如此之好，若是女子当可嫁了。那必须，我才是这部剧的女主角啊。此人多半有病，自觉经脉吧你。怪我了。